大家好，我是爱原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画外旅照福禄之章第五天暮色烟火鬼屋下的花斗原神寺。第六天，第一章要求是草元素或者虚拟角色，用科来就行，要等一会，等角色出待机动画。第二章要求是岩元素或者双选件，用诺埃尔就行，要求释放元素战技一万诺吗？三万恶心的提莫斯。